十二次不用嘛，拜拜哦。我是刚换的车长呢，811年，3月8号，那个瑞芳站的方向7:24的牌子是422次，主人发车就南回线，刚好新左营的普悠马这样啊，拜拜，以及4172次，好，交通沿线开往修澳的有8989二道小圈呢。一个普悠玛这样通过，然后这班177次，然后发车经由三线看苗栗的有小圈呢，一个是二道尾号，一个是尾号，用8989。那下面干嘛专门都对我们的这种平安自在就麻烦。啊，大家在这边拍那个11好了，然后还是9。那如果我顺着回去的话，不顺路是吧？然后4172就会在瑞芳站驶离了。如果像那个马掌门多多给我们到地方，各位观众再见了，拜拜。